好，现在来到了长坂坡这一关，这一支箭是怒怒什么那个字我真的不认识。这个箭据我所知应该是可以砍杀箭，砍杀敌人的这个箭，一箭毙命砍敌人的话，你看砍这种敌人全部是一箭毙命，还有这种大的敌人，大赵家人通通是一箭就是可以砍杀，特别宝贵的一把剑，在游戏里面只出现这一次。然而在原版里面是没有这把剑的。在这里就是把这个 boss 挤在板边了，这就是让人配合的相当默契，直接把这个 boss 挤到板边。然而一个玩家在这里，哎，这把剑都被打掉了，这就是这把这么厉害的剑被打掉了。你看这里出现了难度啊。难度加大了，这一次差一点再来几下就把这个 boss 给打死了，就差这么一点。